哪边改啊？我们可以改。Hello，威胁调整。装备武器的稀有度和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每日也太坎坷了吧！我要看看它更新什么，可是感觉没什么哎。嗨，花花。好奇他更新什么才打开来看。不会更新圣诞地图而已吧？就这样而已吗？礼物不是，礼物是假的。欸，我怕我今天晚上状况会很差欸，我现在好想睡觉。哈哈哈，哦不，果然太长时间开台不太好。有一架无人机。太大了吧！
变大了，变大了。早安，不了，晚安。欸，真的有点担心欸，现在睡意满满。欸，刚去吐哦，想说就边忙边听人家唱歌。可是只要你们每次讲说啊，你怎么会来，什么之类的，我想说 好都不来，我就不要来了。懂吗？当你们讲出那一句说"哎、欸，繁星你怎么会来"那种，我就说"哦，好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"，懂吗？你们讲这种话，我们最喜欢就是离开，然后你们就会苦苦哀求说回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在我被恭维啊！什么死路？没有啊，就我哈记也是啊，只要是听到他们说，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怎么会过来之类的，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就这样啊。就这么简单，贩卖机，这是什么？医院加贩卖机。医院一个，苹果树，贩卖机四个，车子五个，棒！哦 ，lucky。到哪里呀、啊？算贩卖机在哪？找贩卖机耶！我找到，找到，找到。八个换一个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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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。等下再看，换这个，这个还好，还好。吸尘器。找病船。找病床，这个买了。每击杀一百次幸存者伤害就提早让人加一趴，可以买。好。
你怎么出来了？哎，你这没拿。这游戏只能在地图上乱逛找任务点吗？你是说左上角刚刚那边吗？左上角那个清单是这地图上有的物资，要不要拿完就是看你自己。啊，像我就是一进地图就先看一下左上角有什么东西。像车子的话，我车子我是路过就捡啦，不会特地去捡，因为车子只会得到上面这个碎片。啊，我比较会搜寻就是房子啊，房子会拿到碎片、食物、武器跟下面的被动道具或主动道具都有可能拿到，所以优先搜寻那个房子的东西。那像刚刚贩卖机是一定会卖那个嘛，很多东西，那我就是会选。新能力是什么？吼！音乐暗暗。顺带提一下，如果看到门上有木条挡住啊，可以打。啊，有这东西哦！我等一下看看。刚 DC 坏了，我错了，没有啦，我刚就说我在忙哦，只是想说找个地方挂着啊，你们刚好在唱歌就进去啊。像仓库我记得都是拿到碎片比较多啦，跟被动道具吧。像这胖子很好，你看，像我先暂停。左上角嘛，第一个就是仓库，仓库只有一，就只有这一间。那再來就是自动贩卖机一，然后刚好在这里。然后这边有五辆车可以搜寻，跟三栋房子可以搜寻。全部找完不会有额外奖励啦，就只是跟你讲这边有什么。靠，要老鼠。我看小雨买了欸，你要不要赶快买啊？然后第二间，这边快好了。那我会选择拿锤子，是因为锤子范围大，打这个胖子，他死掉后会喷老鼠出来，比较好清。哦，我有看到你在玩那个啊，车子。新武器刀，全部出手。啊，拿到防毒面具嘞！90，确定。
没有，因为他圣诞节有更新，所以又开回来玩。然后我看到那个预告，不是预告啊，宣传片里面有一张那个，有一个影片是所有的人好像都变成狗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所以我真的很好奇，所以想开了，就开了上来玩玩看。哦，快死了！哎，今晚要走人了，22秒后才能，我没死啊！快跑，快跑！有苹果树，可是巨型僵尸。有成就是都用近战武器完成关卡，欸，是不是有点太夸张？哇哦！等下第一个眼药水好了。哎，在隔壁耶。
哇，不是吧，剩你一个，可怜。啊，你那个乐高好玩吗？我有科格，因为进去看都已经快播完了。因为之前蛮喜欢那种自己组合车子，然后自己开出去打东西的，可是都会碰到一些 PVP 很强的，玩得很没有游戏体验。这个人是干嘛啊？怎么脚下有烟啊？每一步都会震动地面，对附近造成7点伤害。哇，那么强哦！这人逛街就强就跑了哎。走路就可以杀老鼠了哎，超强。